很高兴我们两个能站在这儿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，表演一下。跟江苏卫视我们是非常的熟，哎，是啊，合作好多年。嗯，我有很多节目都在这儿，哎，啊，比如说跟孟非老师合作的非常了得，对，啊，比如说，我做的脱口秀的节目《郭德秀》，对，比如说即将接替孟非做的《非诚勿扰》，嚯。都是有可能的啊！您是有发展的，那是那是。因为刚才我看见阿雅把他带走了啊啊，他未必有时间再回来做节目了。给大家先拜个年吧，嗯，春节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过年好。也没有外人哦，都是自己的朋友、哥们儿，拿你们大伙儿都当我的亲人看待。嗯，其实您各位跟我们也熟，是我叫郭德纲，哎哎，这是我的伙伴，跟我在一起合作有个十几年了，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于老师。您又客气，要是没有于谦呢，啊，我早就红了。我这一直搅和来了是吗？没有，好哥们儿一起开点玩笑，啊，不往心里去。我们经常开玩笑，没心没肺这个人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么多年合作下来，我特别的感慨。嗯，要多交朋友，这倒是。与人为善，哎，心态端正，嗯，找好朋友，大伙儿一块儿工作、学习，方方面面是都是好事儿。没错。当然了，交朋友分多少种，嗯，真正讲究的是叫通家之好。什么叫通家之好？哎呦，这个话题很大了，啊，您给说一说。因为一般上过小学的人都是了解的，这不怎么深奥吧？这个，但这么不深奥的问题，你还要请教我？你暴露了你的学历。嗨，啊，不是，您给我们仔细说一说。你们大伙儿也想听一听是吧？啊，我们都跟我一个学历的吧？这都是，哎，求知欲很强啊。说什么叫通家之好？哎。就得拿于老师先说说我。嗯嗯，于老师不是相声艺人，那我是什么身份？你好比是一个生意人。哦，我做买卖的。最近签了一单大生意。什么大生意？是在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挖一条海底隧道。好家伙。嗯，签下合同来，哦哦，给了定金。好，于老师一出门是带着你父亲爷俩，嗯，扛着铁锹就奔海边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东海岸到西海岸这么长一隧道，我们爷俩要拿铁锹挖过去。对，反正人家美国人说了啊，爷俩东海岸一个，西海岸一个，哦，对着挖。那是，只要父子爷俩一碰了面，嗯，就按一条隧道结账。就给钱，但是嗯，没碰着面，得遗憾。美国人按两条隧道结的账。嚯，我们爷俩都挖通了，都两条隧道。那美国人真仗义啊，这个拿着钱，于老师开心了。是是，现在是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。那真说有钱了，有钱了，这个钱怎么花呀？还得想挥霍吧。哦，每天吃早饭。我以前都不吃早饭，我合着买冰棍儿，没吃过冰棍儿，吃各种口味的方便面。我以前都穷成什么样了？我反正就花天酒地呀，我吃方便面叫花天酒地，玩了命造了点钱啊。突然间有一天，嗯，你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我趁这么多钱啊，我不能打光棍儿。哎，这是个关键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还一个人，得娶个媳妇儿，那一点不假。这个状态娶媳妇儿就不是一般的人了。是是，得挑一个又好又漂亮，方方面面得跟你般配的。那一定要这样。闻听人言，嗯，在温哥华有一个世界选美大赛，加拿大那边全世界的美女都跟那儿集中。温哥华，哎，你琢磨这可以啊？那是啊，啊，去吧，得去看看。来了，哦，到现场一看，嗯，就跟江苏卫视这棚似的，这么大的什么地方？这么大一个大广场，这是一个舞台，哦，前面是一排一排的座位，哦，你坐的正当中。我干嘛坐中间？哎，你是最有钱的人哦，这个位置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呀。是是是，您这叫 VIP 中 P。
我这个位置空气还好吧？取决于你自己。好家伙，我就坐这儿。两旁边全世界各地来的富商啊，富商们都跟这儿等着啊。是是，台上美女就上来了。还有美女，全球的美女啊，都在这儿呢。我这上才艺展示啊。哦，还有才艺、啊。哎，站当中，嘿，表现一下。哎，对，哎，二八佳人啊，巧梳妆啊。这东北来的，这哎，又上来了，又上来了。啊，穿的不是好看，站在这儿，是才艺展示吗？他。柳大哥讲话，梨他也甜。河南来的，哎，又上来一个呀。这位，哎，巧儿我自幼儿，徐飞赵家。河北，这上温哥华干嘛去？这个，这在保定挑一地方就干了这事儿，意思不一样。哦，非得那儿有钱得花。哦，你坐在正当中，你眼都花了。我得看啊。啊，叼着烟卷，还抽烟。哇，解着恨的看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在二楼包厢这儿。怎么样？有人看中了你哦，还有看中我的。二楼有一包厢啊，谁呀？这儿坐着一帮人，正当中簇拥着一个女孩，这是来自非洲土著的，阿依土鳖公主。好家伙，这位藏在墙缝里就看见我了。公主坐在上面瞧，嗯，瞧瞧台上，看看台下，嚯，眼睛就没离开你。她看上我了。公主看着你高兴啊，嗯，她也抽烟，啊，掐了。公主把烟掐了，啊，拿手一指你，说，问身边的护卫们怎么问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味儿？这公主什么味儿啊？这是现学的中国话不利索，这也太难听了。两旁边侍卫啊，报告公主，是来自中国的 VIP 中 P。 嘿呵，别介绍这个，于谦先生啊，就说我。公主点点头，哎，那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嗨，公主耳朵有毛病似的。耳朵没毛病啊，腊月里的萝卜动了心了。哦，看上我了，就喜欢你啊。呼，哎呀，派人跟你说要跟你成亲结婚呢。你想一想啊，那可是公主，人家跟你这算下嫁，真是这样。什么叫下嫁？什么叫就是不让卖了啊？这没听说过哪个下嫁呀？人说产品下嫁不就不是那意思啊？不是，那嫁给我了啊？我以为减肥产品呢啊？也不是，反正就跟你了 啊，你也很高兴。对呀，哎，公主为了你舍弃了非洲的那些个长脖鹿啊、羚羊啊、狮子、草原都不要了，那要不要不吃劲的？跟你回北京过日子啊，你也对得起公主啊。我怎么样？在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租了一间9平米的平房。俩人开始幸福的生活。你先等会儿吧。嗯，我这人也太小气了，公主舍了那么多东西，我给人租一平房过日子，心眼窄。怎么了？老怕公主是谋你家产来的。哦，奔我钱来的。哎，先租间房子过日子，你要是那个意思呢啊，再租一间。这2间9平米，早晚会把这胡同全买下来送给你的。反正有钱不怕。两个人结了婚了啊，亲朋都来贺喜，多好。喝了喜酒，嗯，大家都走了。哎，夫妻二人，嗯，准备入洞房睡觉。那赶紧吧。哎，9平米的小房，啊，张灯结彩，挂着喜字儿，挂着红灯笼，真好。屋子里是一个9平米的床，没人站的地方啊，这个。9平米也就那样，就放一床。哎，两口子瞧天不早了啊，把鞋脱在院里上炕睡觉。好家伙，屋里连搁鞋的地方都没有。听着啊啊，到这会儿我就要出现了。哦，您来了，最好的朋友我就来了。您怎么说？哎，啪啪啪敲门，一砸门。哦，两口子刚睡觉。是啊，坐下来了。嗯，把门打开。嗯，一瞧是我。哦，你乐了啊！最好的朋友你可来了。就是，公主不认识我呀。对呀，一指我说，你还是个什么玩意儿。不，公主就会这一句是吧？啊，我就乐了，给引进一下吧。哎，就介绍您，这介绍 啊，这是我的好朋友。哎，啊，我们关系特别好。对，他就相当于是我的父亲一样啊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怎么能叫父亲？就相当于我的亲人一样啊。就是亲人。公主点点头。嗯，脱鞋上炕吧。没听说过，今儿我们结婚，你来就脱鞋上炕。屋里没有别的地方坐啊，那也脱鞋上炕是最高的礼节。哦，这待客之礼。什么叫通家之好，就体现在这儿。
哦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列位啊，说了半天就指着这个地方。哦，一般人家能这样吗？那可不行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人家这么说了，我心是坦荡的。那是、啊。哎，脱鞋。哦，哎呀，打扰你们休息了啊。对对对，你说你这结婚，哎、你也不行不行，等等等等等，别脱了。啊，脱鞋上炕吧，鞋脱了就完了。您这连衣服带裤子脱全脱了，我穿着大衣呢。我穿着大衣上你们家炕上坐，我热不热？那您这怎么回事呢？我穿着皮裤。哦，哎，这真是穿着睡衣，穿着睡裤啊，上炕。哦，还上炕，仨人聊天。嗯，这一住，你住能住多长时间？可不是，一晃半年就过去了。哎呀，在我们家住半年，我不能老待着呀。可不嘛，半年之后有人找我。哦，德云社有个说相声的叫高峰啊，有这么一位。高峰结婚。哦，要带着媳妇儿度蜜月去澳大利亚墨尔本，是是是，邀请我参加，你一块儿去。你说说，我你度蜜月，我这儿就活半年，嗯、他我不去，你说合适吗？啊，那人缘不好混了。咱是交朋友的人呐、啊，您就这么交朋友？跟高峰两口子奔墨尔本，哦，走半年还没等回来呢，嗯，德云社说相声的孙越又来电话了，他干嘛呀？结婚，两口子奔法国。是，哎呦，你说你们俩这个我都来了，他那我不去，你对得起朋友吗？不合适。那是啊，嗯，说相声的多了啊，谁结婚我都陪着。嚯，这儿仨月，那儿半年，这儿俩月，那半年，嗯，满处都去，但是在国外，嗯。我最想的就是你们一家人，还是有交情，朋友啊啊，就这个亲人一样撕心裂肺啊，真是这样啊。嗯，这一圈转下来有个五六年的光景。哦，打电话听说于谦都有孩子了。哦，哎呀，我得回去看看去，是不是？给家里买点礼物。嗯，给你媳妇买的化妆品，尤其是给你的小宝贝，你那儿子啊，我孩子买了一个小机器人。哎，这可是正经好玩意儿！机器人寄到家里去，嗯，你们一家三口坐在炕上，哦，对吧？嗯，把机器人摆在床头，哦，啊，喊你的儿子，嗯，小宝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嗯，这个国外寄来东西了，哎，机器人，对，两大特点，看说明书了，哦，哎，第一能够互动，哦，互动；第二是可以测谎，还能测谎，谁要说谎，这机器人能动，啊、他知道。太好玩了，是呀。比如你说谎说瞎话了，啊、这机器人的手举起来了，嗯，啪，这是给你一下，我打一下，多好玩啊！哦、一说谎，啪，哎，来一下，嗯，说谎说了都没边了，这怎么办？他这手马上变成枪，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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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假装打枪，你这多好玩啊！嘿，弄好了摆那儿、嗯，三口人坐在炕上，好、哦，嗯，机器人听着啊，那个儿子，你淘气吗？啊、哦，孩子这儿。我不淘气，多好啊！机器人过来，嗯，啪，哎，叫小孩说瞎话，给一下，啊、他可乐了，哎，啊、说谎、啊，你不应该这样，就爸爸从来就没说过谎，对，机器人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全是瞎话。老郭的节目好不好？